点八的直线，哇，一点零的主线，零点八的直线，哇塞！哎呦，哇，哎呀，我靠！哎呀！这就30斤呢，你站边上，等一下先多溜一会儿来。草鱼啊，快，准备站边上，胖哥，哎呦我。先不行，还不行。哎呦，这个1.0的主线，哎呦，这个线搞得太小。0.8的主线能不能搞起来啊？哎，多溜一会儿吧。哎呦！哎呦！哇塞！抓准机会就把那鱼抄了啊！哎，要多溜一会儿。还没看到鱼是什么鱼？是草鱼还是鲤鱼啊？这是个什么鱼嘞？哎，看好啊！哎，我看一下什么鱼。哎呀，兄弟们，主要是这个线太小了，鱼不大。哎，拔河了！哇塞，这个龙云二这个杆子还可以啊。要硬有硬，要软有软，哇塞！是什么鱼啊，鹏哥？看到没有？我去！哎，完蛋！哎呀，我的个妈呀！啊，来，抄吧！哎呀，我！我靠！哇！哎呀，这个线太小了，哎呀，哦，我去，啊，是草鱼啊，不是鲤鱼啊，哎，呀呀，我的个妈呀，哦哟，嗯，抓抄头，好，搞定。哎呦，各位们啊，今天可以哦。今天1.0的主线，零点八的直线，居然搞起来一条鱼，不是草鱼，也不是，好像是红眼。那是啥？看有多大。各位们，你们猜一下有多大？哦哟，来拍个视频。哎，看一下，它这个眼睛是红的。这个鱼是应该是红眼，不是草鱼。哎呦，好，入户。